没错，又到了秋月 day， keep the money away， 时间了啊！是你们的 Rhythm Beyond Y， 要来演讲，很久没讲的胡迪警长。今天要讲这个胡迪警长之前呢，因为我前阵子那时候在 YouTube 的自动推荐里面看到一个影片，它是2000年奥斯卡颁奖的时候，是《玩具总动员》的人来颁奖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很好奇，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。一开始是真人嘛，讲一些话之后就交给胡迪跟巴斯要来颁奖，然后最后是翠丝骑着马拿着那个得奖名单出来，然后大家念这样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我以前没有看过，而且这是19年前的颁奖典礼，其实也还蛮酷的。我把这影片放在跳出来的这个资讯，你可以点进去看。主要是看到这个影片之后，我就发现，他胡迪的衣服很正式，很帅，而且是黑白的，比较少看到胡迪穿别的服装嘛。虽然有一些玩具有出，但大家不一定会看过那些玩具。然后我就看到那衣服，我就想说，黑白的感觉，自己可以改一下。然后我就想到前阵子不是有介绍一个胡迪组装的模型，这个本人，就我自从讲完那一集之后，我大概只玩过它两三次，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自动贩卖机冰箱的外面。当展示品出现，对，因为我本来对他抱很大期望，就组完自己玩的感觉是还好。我看完那支影片之后，我就想说，这一支模型是可以拆的，还是我就把它拆出来改成颁奖典礼的胡迪？对，没错，我真的把它改完了。但我其实没有想到我改完会成功，所以我也没有记录。前前后后我只买了三罐喷漆。就改完了，那效果挺好。我是没有什么组装模型的经验，对，也是小学那种就剪下来装好贴一贴贴纸而已，就是没有什么经验，很菜的那种。然后因为它是模型嘛，就是把它拆开，把你要的部分拿着喷漆这样定喷，喷完然后再把它组回去，结果蛮好的，很帅。对他整个重燃初恋的感觉，我觉得挺帅。就我上色技巧还是挺菜的，所以这是近看。就看得出来，是个菜鸟做的，但我觉得这个帅度真的有呢，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着改一下。真的，连我这种菜逼八的菜鸟，第一次喷漆酒上手，还是因为我很棒。对，反正我觉得蛮帅。但我今天不是要介绍这个，只是刚好改装完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没错，好，回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警长，他们快速上到 ，yes， 没错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我在这儿。Tokyo Disney Resort， 东京迪士尼，我记得我好像是在海洋嘛。看这盒子就知道，胡迪跟一个卡车，然后还有变形，胡迪变成一台车的玩具。我觉得这就是锁定那种从小就喜欢车的小男孩，应该是吧？比较多男生小时候会喜欢车子吧？对，而且这种小孩通常都是，只要你不买也好，就直接黏在地上哭，买给我吧，妈妈。那小时候应该都用过这招吧？但我小时候是不会黏在地上哭叫我爸妈买，我都黏在天花板。我觉得他的主要群众应该是从小就喜欢车小男屁孩。然后这个我自己是也还没拆过，可是我觉得这种玩具很猎奇，他明明就是个人，干嘛要把它变成一个车？好，那我们来拆一下，里面究竟是如何？那真的完全没拆，我这里胶带都还在。对，里面就是一个胡迪的本体。哇，这么小一只包成那么大盒，日本真的是很会过度包装。然后还有一个说明书，都是黑白的，黑白的，连四色印刷都省了，精挑。然后这个盒子后面这个纸卡，这个玩总经典的蓝天白云。我自己通常就是玩具拆了之后，但我把它拆出来玩，我也会把所有的盒子都留着，所以我家四楼的有一个地方，全部都是我各种玩具的盒子。通常玩具增值以后，如果你有它完整的盒装，玩具又保存的好的话，那个价格再翻一倍。没错，所以盒子都要留着。好，就算你不留着盒子，你要全部丢掉。但我跟你讲，像这种印刷漂亮的纸卡，你留着其实蛮好拍照的。你看，你把它放进去，它就是一个很干净、很素的背景。对，同样一堆玩具，在一般的背景跟像这种纯色背景底下拍起来，那个感觉是差很多。一样的玩具在很杂乱的背景下拍起来就没那么好看哦。真不敢相信，这跟刚刚是同一堆玩具呢。反正我觉得这个拍照的时候蛮好用，大家可以留着。好，来看一下本体，其实感觉很废耶，也不是很废啦，就是很单薄啦。它包装真的也太大一盒了吧，这感觉可以缩成超长条的，这一定是要骗爸妈的钱。这个我买的时候是
2400日币，720左右吧，720找一点零钱。没错，这个就是本人了。这个不是变形系列吧？这个是我小学童系列吧？他就是背着一个背包要去上课啊！等一下我叫爸爸出来。嗨，爸爸，就是一个爸爸，我要去上学啦！快去啊！啊！这种感觉啊，对吧？是小学生吧？而且是有补习的那种，就书放很多。好来，准备来吧！这个要上课的小学生变成车，让他开去上课，来照着说明书变形给你们看。看一下哦，变形前的姿态。他说第一步要先把头往后回转90度，看是有点可怕吧？再把头倒下来，看这画面真的可以吗？这很猎奇耶，这好可怕哦！你看小朋友，这小时候给我玩，我会怕哎。然后把他书包翻开，把这个车的头翻出来。哦，酷！他这里是这样哎，就是有点折叠感。嘿，胸口打开。哦，他胸口这里有个卡榫，要把它拉开。哦，这样，可以这样。然后嘞，头面向……哦，头这里，这也很可怕哈、啊，这很像在做视力检查哎，而且是逆向的，就从后面。从后面看到前面，然后在这边比，好可怕哦！左边、下面、这边，这边有两插槽，可以把它插进去，盖起来。哎，好奇妙哦！就变一台，哎，这样这没关。哎，很强哎，其实，你看，看纸盒还好。感觉是这里没那么可爱，我觉得本身车还算可爱，除了脚这里有一点周的不漂亮，看起来比较不顺以外，其他都还蛮侧的。但有可能他觉得就是想要无底的靴子的特色嘛，其实还算蛮有趣的一个玩具啦，只是变形的过程有点邪神，我觉得玩起来比看起来还要更有趣。对，但应该只会玩个3次吧。这个玩具还蛮有趣的，而且我还要买一个80，我会再拍一集。他本来以为只会介绍他了。嘿，然后这个就是手可动，它只能直的摆动，然后脚不行，脚只能左右，然后左右还会不小心把你的书包打开。嘿，好了，但是它变形就是很奇妙。但我觉得这只的涂色还算蛮不错，就是没有什么涂出去的地方。虽然它不是涂的很细腻啊，但是它没有什么异色或是涂不好的地方。很奇妙的一个小学生狐狸，这真的小朋友真的可以，你看它还这样哎，这好可怕、啊。气胸吧、啊！我个人玩完，我给过，买只是想买车，就没想到变形过程也是蛮额美金的。其实这个变形系列，除了迪士尼乐园的巴斯跟胡迪以外，美泰尔有出过，我有几台，我再慢慢介绍。美泰尔出的那种变形，我觉得都很合理，就很像以前那种变形金刚玩具，但这种的变形就是有一点复杂。我之前买过一个最扯的。是卡利军的冰棒，这个冰棒，对，这个冰棒就是日本的国民冰棒，因为它就是超市里面最便宜的，就有点像我们的吉亚冰，只是他们包装比较好，然后他们还有吉祥物，然后那个冰还有出一只变形金刚，就是这个我也买，因为我当时觉得很酷，买了之后，我觉得那个根本就是硬要把它做成一个冰棒的形状。但你们有兴趣的话，留言冰棒，我再做一集它的开箱，对我觉得那个就有点硬要，没错。然后这个要不要买？我个人是觉得不用特别买这一台，因为它其实做的还好，车子算可爱。有没有喜欢车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完全放弃这一个。全部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变形的过程。如果有喜欢车子的话，可考虑。我个人是蛮喜欢买那些迪士尼小车，这个又是迪士尼出的，觉得应该可以就买了。结论就是可买可不买，看你。没有特别推荐，对，最精彩的应该都在我的视频，除非你想自己玩一遍这个。真的给小朋友玩可以吗？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我是你们的 Lorenzo BMY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想要得到这集节目特制的手机桌布吗？只要按下左上角追踪队长频道，私讯队长 IG 即可索取。各位乱买小队友，快点来索取吧！